爱人可惜了美女、嗯、以后我跟着他们好好学带货卖货那些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好了、嗯、我最后问一下他们啊，就是现在直播间的家人们哈，还有没有人就是没有吃过四川凉山的山核桃的啊？四川凉山的山核桃，如果你不是在四川地区的话，你在其他的省份的话，你们一般在你们的超市是买不到这种的啊，买不到这种品质的话，因为这种品质的话，一般我们就是说当地的人一般这种就如果说外地去进货的话，这个是非常贵的，所以说你们当地的超市啊，他们都会选择薄皮的那种，就是薄皮的那种比较走了哈啊、你去哪儿、啊、你真起来我被我妈赶走了，哎对啊，你加二块，怎么回事阿姨，怎么回事你看这家就你加二块，我来说，不是的、嗯、没有，没事，你跟阿姨聊天吧，我们不卖了吧，不是阿姨是去拿那个柴火来烧的啊，那个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昨天拍的等收获，谢谢，等了天嘛三四天，明后天应该用得到了啊，我们一般是因为快递我们是不能保证的、嗯、但是我们只能保证我们48小时内就会被、嗯、会给大家发走哈，比爱人还会做，直到边讲解边看风评因为我没有那个，你要不你跟阿姨聊聊拍了北京什么时候到，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只能保证说我们48小时之内给大家去发货，我们会尽快第一时间去发货，但快递的话就不知道了，快递一般大家都知道嘛，买快递一般都是1到3天，它路上基本都是1到3天嘛。啊，去哪里了？他去拿柴火了啊，你小鸡放心，让我跟他们聊一下。好好好，来真来吧，我就看见二了，怎么了？你坐。那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还有没有人没有吃过这种？对。四川凉山的山核桃的。我被他赶去拿柴火架。这种。把他们都吓一跳了，他们说还真的这种走了。这种山核桃在你们的城市是买不到的哈。这种山核桃它是皮是很厚的，然后油是很多，是很香的，然后里面的果仁是一点都不苦的，有买过的家人们都知道，有吃过的都知道哈。这种不是薄皮的，你们在别的直播间他们这种便宜的那种山核桃，就是薄皮的山核桃，薄皮的核桃它是很便宜的，然后那种核桃他们会告诉你哦，我这种薄皮的核桃很香很香，不要被他们骗了哈。就说实话说，你如果有买过薄皮的核桃，然后你们觉得核桃不好吃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核桃不好吃，核桃很好吃，只是那种薄皮的核桃不好吃，还有嫁接的核桃不好吃。像我们这种厚皮的，还有是我们就老树的山核桃是非常好吃。你们如果没有吃过的，一定要买一单试一下哈。对，看在十三的面子，看在他的这个房哥的面子拍的，你收到会不会很满意的？没有吃过四川凉山山核桃的，真的，我建议你们赶紧下一单啊！那我接下去我就不讲了，我要陪阿二好聊聊天，真的，不讲了啊！要和你好好聊天，他们说你把房哥吓到了，也把他们吓到了，因为先走了，没有被我们赶。我们不卖了嘛，我们不卖了，今晚你喉咙。不舒服，嗓子不舒服，我们就不卖了嘛，好吧？不是你在卖吗？夹口外面，你核桃很夹口的，对的，拿两个，什么来着？刚刚直播间在问我们要那个杨柱君的哥姐姐还在不在？不管在不在，我们就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今天收到核桃好吃，谢谢。你就不管在不在，我们就展示一分钟。谢谢，没事。哎，真调皮。没有，我真的是被我妈赶走了。她说，我也不烧这么小的火，能把煮熟吗？马上那个啥，被她赶去拿那个柴火了。在是吧？刚刚有说要这个杨杜君的哥姐姐在不在？在的，我们扣个一。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杨杜君，然后他们需要的话你再上。你来，不是你一直都是你来的吗？我。没法说话了，他嗓子不好，今
就要的就给他们带一下就可以了。有要的，有这个是四川的盐杜鹃啊，这个四川凉山的盐杜鹃哈，是在山上采的哈。有没有人需要的？需要盐杜鹃的打个一。这个不是你们，还是那句话，不是在你们的城市，纯天然可以买，不是在你们的城市可以买得到的啊。这是四川凉山山上的盐杜鹃啊。这个盐杜鹃，我现在就这样子放这边。放入黑。哇，好香好香，真的。超级香，我都闻了，哇，没办法了，好香。这个羊肚菌啊，我就直接跟大家说，没事，你坐着，你坐着，你没事，你可以那啥，它是就是说，是长在啊，长在野外的东西哈、啊，是长在野外的东西，然后你直接是不是长在野外的东西哈、啊，哥姐姐们，你们收到货以后，直接打开包裹，你们就能闻到它的香味了哈，然后它长在山里的东西，它是什么样子的？长在山里的东西，它是，你看它的个头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，然后对，纹路也是不清晰的，啊，纹路也是不清晰的，知道了吗？然后羊肚菌呢，它其实是个羊肚菌呢是个食材哈，是个食材。下方黄车正在跟大家讲解哈，118是一两哈，一两有很多了哈，一两有很多了，一两有那么多了，一两你煲汤。一两你煲汤能够煲三四次四五次了哈。哦，你这个嗓子不行。十三去宿舍卖货。谢谢你们。不那个啥，不管一切，我们带任何东西我们都是不能讲它作用的哈。然后我们平时就说哥姐们家里面就说尤其运动量比较少的啊，不是就说上。上厕不怎么好上的啊，蹲个半天的。阿林学学比阿讲的好听，是的，是的，阿林就是，就是学的也很快，学的也很快，然后阿林讲的也很好的哈。然后，我们平时孩子家里面有没有孩子，就是很挑食，很厌食，就喂个饭追着满屋子跑，然后最后也是只吃了那么一勺两勺，一口两口的，有没有？有的，我们带羊肚菌回去煲汤，用羊肚菌煲的汤，然后给孩子泡饭吃。你孩子平时只吃一口两口的，我可以说你孩子这样子的话能吃半碗饭哈。拍了哈，拍了，嗯，就嗓子有点疼哈。你就这么问一下有没有人要，有人要到扣个一，再等一下，如果没人要，我们就不要讲了，你嗓子。我都不讲了，正在付款呢啊，正在付款呢，我们抓紧时间哈，就是下已经拍了还没有付款呢，我们抓紧时间，我就不跟他讲了哈。看起来好累，主要嗓子不行，嗓子很疼。今天确实也是有点累了的。淋打湿，全身湿完，湿透，湿了一整天。不讲了。对，好，谢谢姐姐，没事的哈，没事的。还没下单的那个杨杜鹃啊，杨杜鹃，我们抓紧时间去下单哈。你老汉嘞，爸爸在这里啊，阿姨的爸爸在后面。你们就在烤火。你们要不就拿把这个拿近一点，你们就。老汉。我妈妈说的直播间只有三个人，她说只看见我们三个人刚才的，但是呢都没有别人。核桃下蛋了，谢谢你们支持啊，谢谢。不要去挖土豆。我妈妈说直播间只看到我们三个人，她说直播间根本就没有人，她说卖给谁是卖不出去的。阿里学真讲，我害怕我讲错了，讲错了的话又被关。知道了，刘哥，慢慢来嘛。嗯。老汉帅是不是？不是的，阿姨是为我们好，是为我们着急呀。看到别人都挣钱，对，一天能挣几百块，对，这两天一两百、三百、三四百的，他就很心慌、着急，怕我们没钱用，怕我们挣不到钱。我妈妈人很好的，其实。你看他自己带一个小孩自己受伤了，还想着帮我带两个孩子，然后让我去挣钱，还说让我出去打工呢。他真的都是为了我们好。确实，他老汉很帅。看一下镜头。他们都说你长得很帅。哥姐们都说你长得很帅，对。哥姐们，我爸帅不帅？帅的，我们扣一波帅。
对，觉得爸爸帅的就扣一波帅字啊。其实他老二很帅，对，你看好多好多哥姐都说你长得很帅。你是什么帅？你看。帅帅帅，全是帅！你看，你俩帅帅 帅，全部都是帅，看到了吗？他说我把外婆嫁给他，有一个人就啊，要把阿姨气死呀！我妈还在笑，妈，我跟你说，你笑吗？你再这样子脾气不好吗？我跟你说，嗯，他们就有要把外婆嫁给我爸来了。你爸拿人给下回交给你妈抱。没有懒呀，我爸从来都不懒，好吧？我从小到大一直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一天。管一下你妈的。啊？是你爸吗？叫他管一下你妈。对，是我爸，但是我爸管不了我妈的。谢谢田先生啊，他说昨天晚上看你的视频，看到半夜四点多才睡吗？谢谢谢谢。嗯，关心人和真的，就像他爸爸，没有，谢谢谢谢。我爸爸说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帅。那你去别人直播间学学。好的，我有空的话我会多看看别人的直播间的。谢谢牛哥啊。我也会好好跟着凡哥和二学习的。他现在给你。不错的，谢谢谢谢你们啊！现在也帅，对，现在也帅。你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，会的会的，只要我们努力加油，我们会好好学习的，跟着凡哥。哇，哥姐们开锅了！现在老了还这么帅。啊，老爸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老了，他们都还说你帅。啊，你坐里面去。我也讲那你的号呢、啊、我的号呢在这个凡哥的号里面的视频，第一个视频里面有艾特的，有我，你们去看视频的话下面有艾特我的号啊，叫阿妮妹。阿良，你住这里，你住这里，我把镜头对着你们啊。好的。现在很晚了，都快十一点了。我把。我把这个手机拿下来。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哈。有电有了，看到没有？刚才播的竹笋，这个是今天二珊珊挖的竹笋。哎，二，这个竹笋就这样子可以吃吗？哎。这竹笋这样煮了可以凉拌，怎么吃都好吃、这样煮了很好吃的，还可以再直接炖辣椒就可以了。要不待会儿我们拌点吃一下。可以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嘞。不是，我以前吃过的竹笋，我有吃过竹笋，但是没有吃过像这样子就自己就自己挖的。是的，对，自己挖的你也吃过呀？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去挖了吗？对啊，你上次我不是给你吃了吗？不是，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子。叶哥姐姐说你没，我好像我挖了还不给你吃一样。你上次是不是用火烧了给我吃？还记不记得？烧炒的呀，烧的很烫的给我吃。是凉拌的，他直接炖那就。我说你这样直接这样子，直接这样子煮一下，然后凉拌一下再吃，我没吃过。哦，很好吃的，真的确实。给你炒来吃过的吗？这个竹笋炒来吃，凉拌吃，烧来吃，怎么吃烧烤来吃。怎么吃的好吃？对，反正我也是觉得怎么吃的好吃。还可以带皮一起煮了，然后再炖辣椒吃也很好吃。啊，还有泡竹笋更好吃。哦、对对对、怎么都好吃，怪不得它那么难找，那么贵。对，而且价格又贵。有人叫我上笋干的那个，我干脆去算了嘛。我要不我把黄肉全下了，我把黄肉全下了吧。啊，等一下。那个，我们黄鳝里面的笋干不是这个。我知道不是，那个、是知道不是这个。对，那个是。那个是就是七八月时候的那种大一点的竹笋。没有，我就说我把那个是苦笋。对，我把这个很多人都说竹这个笋子。那个阿良，你帮我们拿一下，对着二嘛锅嘛。我把黄车下了一下。这个竹笋，哎呀，不好发货呀，是不是？这个要晒干了，这个新鲜的话就太圆了。新鲜的你们，新鲜的就是直接带着。壳一起给你们发走的话，到那边的话壳都不怎么好。对，好削了，好剥了。对，好削皮了。对，皮都不怎么好削了。然后削了皮的那种的话，要用做成泡。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卖给你们，你们也觉得会很贵。对，我们因为我们这边
直接在山上收购的，老板有四五个五六个人在直接在我们山上收购，有的收五块多，有的收六块多，就六块多直接收购价都是这么贵，对不对？对，除非弄成那种泡椒笋来，对、嗯、对对对，但是那个做起来的话就贵了，比较麻烦啊，这些弄成泡竹笋的话可能好那个啥一点，但是是不是这样可以直接吃吗？也可以吃啊，这样说了吃也好吃的。刚刚不是有给你吃吗？那个是带皮烧的吗？这个没带皮烧的吗？还有没有？再烧一个吃呗。你直接拿一个进去就可以了，细一点，细一点。这个竹笋怎么吃的好吃的？你不管怎么做。阿姨是没有椅子啊。不是，她腰痛。她腰痛。她腰痛，她还想带三个孩子。就是嘛。带一个孩子都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，虽然那个孩子很调皮的，一天到晚的都在动动，他就没有休息的时候，除了睡觉的时候才是安静一会儿。其实带孩子比你知道吗？昨晚看你的视频，看到半夜四点多，田先生，谢谢，哇，你爸好帅气，叔叔。今天昨天哥姐都说我爸爸长得很帅，是不是？我爸爸今天洗了头，我爸爸跟我们一起去挖竹笋了、然后他先回来把头洗了，比我勤快，我反正我是还没洗头的。就阿姨很生气，她觉得没有一个人理解她。我都没有怎么对，我爸都把澡洗了，头洗了，勤快勤快了吗？为什么你的手上？平安，平安是叔叔还是阿姨？平安应该是一个姐姐吧？你这个可以有哈，可以有。我公司很多漂亮的，就是小女孩。啊，你哦不，小女孩不行，阿姨。什么意思？你说阿姨生气了呀？没有，不能讲，我们不能讲的哈。你爸年轻是个美男子，嗯，对啊，说对。怎么这样？就接耳机吗？什么意思？啥东西？我一个凡哥，你要对老爸爸好点，对对。刚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还没给主播点关注的，给主播点个关注，谢谢哈。主播在给大家煮这个笋，今天自己挖的。对，这个是二，你看看你旁边那个。哥姐们，大家好。这个是阿林。嗯，大家好。这个是妈妈，妈妈不说话，阿姨她不说话了。妈妈说啥都。阿姨啊，有点生气。他说他不是你妈妈。没有，我是说是二的妈妈。因为你没有说二的妈妈，然后他就不高兴了。他一直觉得我们今天挖竹笋挖太少了，说我们去山上玩了，还没回家。你可以逃的，我到早上打吧。你俩不是有觉得不对的？我拍了核桃，知道哈，会的哈。你跟阿姨说一下，我们今天晚上他今天晚上我们卖了，我们也赚了几十块钱，我们不是就卖了一货吗？对吧？我觉得是看到你嗓子不舒服。妈妈就是不相信你，她现在你要是再跟她说只卖几十块钱，她更哦。不是卖的，我们每天不去打绳子，她都要那种了。我们赚了几十块钱，那我们也不能骗阿姨啊。几十块钱说啥子？但是。阿尔今天这样打竹笋也好好打竹笋也嘛叫做打五包萝卜去。我们也好好打了，好好打了，打了可劲了哇！我妈说你卖几十块钱，她说她就说你什么都干不了，她说竹笋都挖不起的人还干得了什么吗？她说让你不相信，她不相信。不是，去挖竹笋的话。他说才挣几十块钱，他说你嗓子不好是，他说去少说几句。今天是因为阿尔的嗓子不好，就早点休息。嗓子不好，你看这叫，过年那个就耍姐，我们没有去耍，反正你老板就玩手机，差不多。我们玩手机，都烤的笋，现烤的笋哈，有没有人吃过？刷个酱就刷手机，有没有人吃过？刷手机的嘛。没跳过，走哪个的去了？不要，待会儿就领不了。你住上面的话，那个
又潮湿的地面，又泥鱼的，你那个是、那个、不愿加调料的哇，都很好吃，不愿加调料的都很好吃。你看嘛，今天只卖几十块钱，是因为我嗓子疼不卖了。不是说，好了，我去拿盆子来。邻居204二这边，204二这边邻居家的哈。阿玲这个姑娘特别特别好，心眼太好太好了。哎，阿兰，这个笋真烧起来很好吃哦。还要烧吗？对，能不能再烧两根？可以。是因为这个笋好吃，还是因为烧的好吃？我不知道。对，是因为是我做的。嗯。最主要就是阿兰烧的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。没有开玩笑的，这个本身就好吃。这个笋真的是怎么做的好吃的？刘哥其实，刘哥啊，其实，怎么说呢？我自己原本是做这种农产品供应链的啊，然后可能，怎么说呢？我还没有用我的产品，就是给阿尔去做哈，去做冷气。阿尔现在他因为这边有这些山货，他就先卖山货。然后大家等啊，这些卖山货就积攒一点人气跟口碑以后，然后到时候我会把我的就产品拿点给阿尔去带，那我的产品都就很有优势了，不需要什么很好的口才。阿里，你手机掉了。不需要什么很好的口才，因为我们拼的是实力哈。不不，你肯定是饿了才好吃的，饿不饿不饿啊？行了，其实阿姨其实是很心疼阿尔的，只是说他们那种文化，他们这边彝族的文化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？家贴身财，对啊，十一点了。你这笋还要煮多久啊？你差不多快好了。确实你推的牙粉蛮好的，燕子啊，我这个就是说我给你们推的这个牙粉哈，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哈，因为这是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自己，不知道你说话不知道能不能说，反正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哈，只有这边是我自己做的哈，笋，哎，阿姨是有点不开心。赶紧直播间叫你们给阿点个关注好不好？还没有，你们没有给我们点关注，对，关注吧。还没有给阿点关注的，给阿点个关注。不是，那我们不用手机。要不我们一起播吧？不插手。那阿姨生气啊。哎，走了。你坐这边吧，我们一起跟直播间家人们聊一会儿吧，好吧？聊一会儿我们就下播吧，好吧？可以。就坐这边。可以啊，你那个竹笋别烧烂了啊。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我看一直没翻，还是你细心。啊，去睡觉。那你过来，我们一起坐在这边，跟直播间家人们聊两句呗。可以啊。你坐过来。不得要把手机架在那儿吗？对啊，手机在这。要不这么晚了，阿姨妹妹要不要叫她先回去了？今晚。你那个，掉下去。
哎，太晚了。阿仁妈妈在。你不是说让阿仁妹妹不要回去吗？没有，但是，哎，阿仁妹妹啊，你老公有打你电话吗？没有，他才不会打电话呢。但是我还是回去看一下孩子吧。也不知道睡没睡。反正他要不要回去嘛？今天。嗯。回去吧，我要不要我是睡不着，我肯定睡不着的。嗯，他都没打你电话，你现在回去吗？可是我，哎呀，也不知道我喊的孩子这时候有没有睡，可能都在找我，都睡不着，可能。要不阿林，要不阿林妹妹，你要不今晚就在二儿这边睡吧？啊？啊？要不你今晚就在二儿这边睡吧？现在也十一点了，你老公都没打你电话。孩子呢吗？哎呀，我放心不下呀，我今天晚上住的是。看孩子，不要拦他。不打算离开就回去。啊、对。你自己是怎么想呢？对啊，那是孩子。要、不阿林啊，要、不你回去待会儿，你到家给阿尔打个电话。我还是要回去。回去你到家给阿尔打个电话。嗯。啊。可以，没事的，回去。哎，他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睡了，没事的。哎。不不，你说。没事。衣服给他们，你说。那要不然我先回去啊，回去看一下我的孩子睡没睡。啊，你怎么说？回去吗？回去。我也觉得要回去。你看，你今天晚上不回去，明天他又在闹了。而且孩子，主要两个孩子。对。主要是他平时也不怎么带孩子，孩子跟他也不亲，然后孩子可能也不愿意跟他睡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回去看一下。你回去，他要是。对你怎么样的话，你马上打电话哈。嗯，好的。打二电话。那你慢点哈。嗯，那就不找你了。你跟家人们再见一下吧，啊。你的衣服我穿走了，你明天再。没事，你穿走了。好。阿亮，你跟直播间家人们再见，再见。家人们再见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再见，晚安。哎，阿亮。你要是真的要是你回家，他要是再跟你吵的话，他如果去睡觉，你就去睡，哈。如果他要再跟你吵，或者说打你的话，他如果没有说什么，那你就睡就好了。对。他是说你们说什么，你给我打电话就好了。你给我打电话，我跟他说。嗯，好的。啊？他说什么？我不肯。你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就打他的电话，要不你就直接上来吧。那你要不要这个？不要，不吃了。我吃。给凡哥吃吧，凡哥很喜欢吃。很好吃，这个笋真的很好吃。你慢点哈。阿仁明天还打竹笋吗？不打了，明天不打了，还打？去吗？不去。去。不去，明天就好好的卖。你去能赚？你看阿仁今天阿仁为什么？你看，声音都哑了。他是声带不好，但是今天也是着凉了。我怕他明天都已经起不来床了，还去。就是嗓子问题。嗓子问题，你嗓子是？感冒。你嗓子是很久的问题了，为什么今天特别严重？去吧，不去，我妈又在那叨叨，我们不去，她要去，她去，她肋骨都还没有恢复。对呀。哎，安妮，你没事，安妮，你先走，我跟阿尔说，不去。你现在要去的话，我早一点起。他待会会发信息给你，不去。去。不去不去。去吗？去。不去。我今天看到你们两个人，整个人跟落汤鸡一样，还去。那我来这边干什么？到底我觉得明天不下雨，我觉得我好像是，啊，下雨，明天也二下雨哈，到下个星期才不下雨，看天气。我觉得我都好像是多余的。对，阿里妹都说对了，我都好像我是多余的，我来这边带你卖山货。的话穿雨衣嘛，也淋湿就淋湿。对吗？小孩怎么办？还是带去。那你今天不是也穿了雨衣吗？你回来就换了嘛，先生直接换了就好了嘛。挺我的不去的，明天阿尔都已经生病了，不能去了哈。谁跟你说我不会生病？你今天生病成这样子，就是因为去山上着凉了。没有。你看不去，你看直播间家人们都叫你不要去。不去。那阿姨妹，你可以，你先回去哈。我去阿尔不去了，明天不去了哈。明天去卖商。吃饭呀。
明天卖三货，明天好好休息一下，起来我们就卖三货，早点卖，明天白天卖。白天卖吗？白天卖，啊？行吗？那、啊、那下雨的话就。明天就不去，不要考虑这么多，就这么决定了哈、啊。那你不回去了，就在这边，你要回去就先走了。不回去我也考虑。回去那就先走。竹笋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挣点钱。卖山货也可以赚钱，明天要不我们去收山货吧，行不行？我们就白天就收，去收了去卖吧，不要去打猪笋了，一整天卖100块还有块钱，你如果卖山货即使少赚点钱，你看你也没那么累，对不对、嗯、对，不去啊，听话、嗯、白天开播啊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慢点啊，不去啊，好，好好睡一觉、嗯、好，你看你看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直播间的见了吗？等一下啊，那我把手机放在直播间上，你看一下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他们都说不去，他们为什么叫你不要去？你二、啊、今天声音都变成这样子了，他还想去山上打猪笋，你说一下，不去，不去，你看一下，你要不要？人家大家这么多人心疼你，你看一下，你都不心疼你自己？没有不心疼自己。你最近真的是，啊？没事，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。跟痞子一样的，你最近啊，什么意思？不能去，不去。谢谢哥姐姐们，谢谢。对，其实没事的。我把门关上。哇，猪笋可以挣钱的，哥姐们。真的，猪笋很贵，一斤一斤都要好几块钱。对，明天星期天好多人有时间看直播的。对，我们明天白天直播。明天我们白天直播好不好？明天我们白天直播，阿尔就没有空去打猪笋了，不让他去打猪笋。真的，你不知道，你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视频哈？今天我看到阿尔的时候，我上去看到阿尔的时候，他全身湿透了，他的衣服、鞋子，他把手机放在里面的衣服哈，手机放在里面的衣服，手机那个放手机的那个袋子都全部都湿了。没事的，在挖竹笋的时候是因为谢谢谢谢相爱送出的亲吻，谢谢。因为会那个啥嘛，挖竹笋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，一直在挖嘛，它不冷的，一点都不冷，真的。对，一点都不冷，挖好不是又冷了？挖好了就回去了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今天嗓子变成这样子了？嗓子是真流。嗓子，那为什么你前两天嗓子没有这么严重？因为前两天我就是一直在说话嘛。因为前两天没有去挖竹笋。没有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你明天好好的休息一天，啊？对，这样会生病的。你要钱不要拿去了吗？呢？不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我妈妈不是要睡觉了吗？你怎么还没睡？阿姨，我准备明天去打猪笋。你准备明天去打猪笋？不去，妈妈。这样你们打不到，我们打得到的，怎么打不到嘛？打不到嘛？打这点了，你伤还没有好的嘛？不管我，不管我，你们，把你们自己就得了。做事里面我敢，这牙刷子，嗯，没有，没事没事，我到时候跟阿姨说一下，阿姨又过来让阿尔明天去打猪笋了。阿姨又过来让阿尔去打猪笋了，我待会儿跟阿姨说一下。是羡慕你吗？明天你跟阿姨说一下，我们明天白天就。羡慕你母老年的苦了。你跟阿姨说一下，我们明天白天我们带上货。明天我们白天开。妈妈，喂，你每天不就打猪笋吗？我明天赚了钱，对，我们卖上货赚了钱都给他。对，我明天去收上货。对，我哪听得听你们的话？我去打猪笋，明天不去。你我明天去那个收山货卖的钱都给你，能卖一两百了，真的可以赚一两百块钱。一两块钱今天一两不去够了吗？哎呀，要不我们先下了，跟阿姨好好说一下吧，好吧？可以。直播间家人们还没有给小唐点关注的，给不能让我妈妈去的，因为我妈妈她肋骨摔断了，都还没有恢复。
直播间家人们还没有给二点关注的，给二点个关注，然后我们就下了。谢谢谢谢，对，然后我们家人们没有给我点关注，给我点一下关注。我跟二一起，我们劝一下阿姨，就让她明天不能去打竹笋哈。真的不能去。我让二也不去，然后明天我们就白天开直播，给大家开直播哈。我们。你现在都还在擦药，你还。大家给二点个关注，那我们就先下了，明天见啊！明天我们白天开播啊。我妈妈现在都还在擦药，她还想去。拜拜。不管你。拜拜。拜拜。